等下我们回去做生鱼片。那、我们现在刚到港嘛，就先把它杀一杀，杀一杀，把它做熟成。对，很简单，现在我们只要去肚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看9250，把它塞那个上下剪一刀之后，就成这样。然后内脏你拿一块布，它里面都是螃蟹，它这个摸就知道，这里面都是螃蟹。都是螃蟹，我们在吃的是这些东西。对啊，你看那狗虾，好多狗虾啊。然后这个把它割掉，这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血，用布把它搓一搓。这个渔港非常的干净，所以我们敢在渔港里面杀。好，再来就是把它的血盒这里把它刷干净，清干净就好了。用海水。对，一样用海水杀。而且我们要熟成的话，就都不要碰到淡水，把这些血把它刮一刮。这来就回去做熟成啦。那我们这次不是把它带回去？嘎啦真的很漂亮。哇，好漂亮的鱼哦！你放在砧板上更漂亮哎。真鲷是一种会带来幸福的鱼，你知道吗？在日本，对于他们来讲，这种红色是很有祈福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它钓到真鲷，他们都会说就是很幸福。樱花盛开的时候是春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樱鲷，樱花的樱。对，他们在讲音雕啊什么，其实都是嘎啦，就是真雕，只是他们用不同的季节去讲述它的当时的名称。因为日本吃这个东西是非常的，就是文化非常的悠久。那我们就一样，表面都把它擦干，没有淡水之后呢，因为我们明天刚好要回台湾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把纸塞好，明天回台湾之后再换纸就好。这次我们就保持原样，然后再来做漂亮的一个生鱼片，好美。怎么会有一种鱼长得这么漂亮，又那么好吃？对啊，你看这种野生的，这里你会看到眼窝，啊，这里有一点，这个吗？蓝的，黑黑的，你是野生的，这里才会长这样，这里会比较深。你假如是养殖，日本养殖的，它这里是淡的，会长这样。好，这样子。盖布。盖布，一张就好了，其实真的不用多。然后这该它会出血的地方，就是要特别的加强就好。然后再来就是捆木乃伊，然后现在整只鱼好了之后，包像木乃伊一样，对。然后明天再来换个纸，换个纸之后让它熟成。以这次的肥度，我觉得4天到5天应该都很好吃。好，再来就放到冷藏。糖怎么煮呢？我连东西都没看到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这只 Anaho 也太可爱了吧。Anaho 全年买，它不是 Anaho 吗？它不是 Anaho 吗？哦，它是煎鱼，那个八煎，不是它没有点点啊。Anna 才会有点点啊。八煎讨论，不要讨论。一开始我叫它化成了哈。比目鱼啊。我叫它化成土托。啊？怎么？土托。哦，土托，哎，蛮像的，其实。靠腰，你不要睁眼说瞎话，线条完全不同方向。它长过怎么变的？这里是 N O 对不对？嗯。哇，你画的真像，我一眼就认出来。嗯。就是这样，很难开。这什么东西？啊，全年买的啦。哦，这个颜色，这个头型，不会是？拿看，师傅。噔。今天是熟成的第6天还是第7天？第6天，这时间不错，时间刚刚好，真的刚刚好。开箱，7天哦。好，看眼睛。这个保存的不错。你看这个眼睛，哦，拍不拍得出来？它炯炯有神。上次有拍出来，刚回来的时候有点蓝蓝的。对啊，蓝色的点点。对啊，蓝色的点点都很清楚。对啊。真鲷的尾部这边，这里会是白色的，没发现。然后这里会是白色的，漂亮。它的眉毛好可爱啊！对，这个。这个啊？对啊，你怎么没有带这个过来？我家有一把，哎，超好用的。这个针对于那种 OK 啊、刷 K 或者是这种真鲷，它这种鱼鳞，它就直接从尾部这样子推推推推，啪，它就整片这样过来。对，然后它不会让那个鱼鳞乱喷。开始喽，师傅。我们先把那个鱼鳍取掉。好。
边都切下来的话，你们要想要怎么做？两边都蒸一片，一边做糖霜，一边做冻块。头的部分要不要做电煮？你有这边有清酒吗？那就可以做电煮了，然后砂糖。电煮就是那个日系很传统的一种这样子，酱油、清酒、桂林、砂糖，然后去慢慢煮，然后煮到那个鱼肉都会进入那种酱油香又很烫。好，孩子不要学哦，这个没有磨刀石才这样做哦。大家要买磨刀石，好好的磨刀，好好保护刀子。先生要先把鱼皮破坏掉，等一下烫霜才会比较漂亮。对，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也才不会有太大块的鱼皮，造成你咀嚼上的困难。拉皮了，鱼骨来了来了，口味，QQ 了。从另外一边开始，今天的狩猎面积很大。来喽，翻面了吗？好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好像五谷鱼。你要干嘛？冻饭吗？类似冻饭。不过，南姐，你觉得呢？这样。然后你在切什么？卤肉。哦。哦，可以到了。感觉很厉害哎。可是我们缺很多东西，还缺什么？没有洛梨，没有洛梨，没有洛梨，没有葱，生菜。所以它的饭是要热的还是醋饭？就醋饭。是的。可是这样颜色好。对啊，颜色好奇怪。它很。它那个应该是鲑鱼或是鲑鱼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鱼有橘色的，看起来不是很好吃。好，然后你把它搅一搅。要不然再加一个生蛋。感觉要。要吗？你要夹到那个这个，然后一点半，哎，饭太少，太少。我觉得你该拿汤匙，拿汤匙给你，可以，好，就这样一口，好好吃哦，怪怪的，其实还蛮好吃，那个真的蛮好吃的，眼神注意，看紧你的眼神注意哦，这样子哦，零。烫霜，因为他用的是高汤啊，高汤直接倒掉好像有点可惜。如果要比较一般的做法的话，应该是放在砧板上面，然后斜放在那个洗手台，铺那个擦拭纸，然后用那个水慢慢淋。哦，好粉哦，好漂亮，现在自己可以很好。
就爱喝。这是一种饭煎煮的概念。然后越快台阶越快。哇，南极虾盐巴，厉害的盐巴，对，撒一点，撒一点盐巴之后炙烧，哇，超赞！嗯，没有沾芥末，嗯，好吃，好吃吗？没有沾芥末，但是真的好吃。有点凶，哇！好哈扣，不用加盐。哇！哇！好吃，好吃，超好吃。哦，嗯。你的饭就是调的很好，这个饭刚刚好。它下去之后，因为这，我觉得是因为熟成啊，熟成之后它的肉整个绵绵，绵绵的，皮上脂肪，吃起来甜甜香香的。你在舔口水，你看小佑把我们切得这么漂亮，然后我们这样子吃，这是什么个吃法？这样，饭吃是关键。这来不及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原来这边的握寿司是这种做法，这不是不握，是吃寿司，饭吃寿司会不会太多？不会，刚好那个很多。嗯，妈的，化掉了，化了吗？好嫩哦，那个肉化掉了。其实我刚才在熟那个切那个。熟成的鱼肉的时候，刀子不够力，肉会直接碎掉。我想要试试看这个，台湾雕的，来喽！哇，切得真漂亮。哦，好绵啊！我真的觉得真雕还是。目前有生鱼片的第一名，真的？目前还是从这边拿，来这边涮，涮涮过，哇，好熟，哇，可以一鱼三吃。你说哪一个很好吃？顽石的，剩一点点，来关牛奶，谢谢小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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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光，可以钓到这一条鱼让我们吃，谢谢真雕，谢谢真雕，关火了，好，谢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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